牛肉卷。嗯，哥哥。哥哥的，你的，哥哥的。这个披萨好吃。然后有凤梨吗？哥哥的是牛奶，那不是凤梨。这个是梦，为什么？那是花枝。我吃完呢。妈。干嘛？虾虾，虾虾，嗯，刚去Costco买那个牛肉卷，比较快。洋葱、香黄瓜、番茄酱跟那个。你真的很爱Costco的牛肉卷。对啊。我说你可以带一个。啊啊！我的这个掉了。你有一定要配 Costco 的洋葱。其他的不行。不行。我台湾的那个洋葱够呛。吃完一卷就超饱。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狂加它的洋葱，现在知道，这真的好吃。知道吗？好吗？嗯，这个辣，不辣，嗯。嗯，那个给你，来。肉，来肉跟这个，就在这边。两个很认真哎，认真在看卡通。对啊，嗯、最近妹妹一直跟着看《猪猪蹦》，没这边。猪猪蹦，猪猪蹦。是吧？那还吃？你把按照了，他自己跳吗？对，只要按那个之后，他就会自己跳了。对不对？会从刚才的那个肌肉开始，就是要那个旁边嘛，停停停停。很重要哦，还要一定要接着看。蜘蛛棒。这很久的卡通。妹妹、啊，就是我发现这个厨师还有两只哎，我版权不够。好，
开始。那个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。我的便当。爸爸要上班咯。没人理我。爸爸，他说爸爸咪，爸爸要上班了。我想睡，拜拜。爸爸，你亲爸爸一个。真好的。亲的，你们两个嘴巴都是吃的。我牛奶。那嘴巴。不在了。我放弃。两个都不要，两个都不要。好了，快去吃，快去吃。你嘴巴都是食物。然后抱抱的，抱抱的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不是你嘴巴擦干净再说，快吃啦。快吞吞的，不要拒绝他好不好？啊？你看 Yuna 对不对？吃的多开心。还成家了，住嘴。包子，包子。吃的不对，那牛肉的。说个什么？嗯。那把丢了是？是你教拿丢了是吗？没有，他自己拿就丢了是吧？我赶快拿过来先把它喝完。他本来还有。那么。而且他们还是不好摘那个黄色的那个枝的。快吃，娜娜，快点，我们来快点吃。出门啊，好啊，东西弄完才能出门啊。嗯，那赶快吃哦，不想在这边啊。